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我们的讲座呢就进入到叫做笔画的这个变化形态的学习啊。前面我们讲了点、横、竖、撇、捺、勾、挑、折这些笔画的基本的形态和基本的方法，以及这种对于基本笔画要求的一些笔法啊，情和重啊，方和圆呐、这些方面的一些方法啊，怎么能实现？但是呢，这些笔画呢，在行书当中呢，又是极尽变化，极尽变化。因此呢，使得行书的感染力呢非常强，啊，非常丰富，使得你可以阅读的信息非常多，啊，这也是书法所有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。下面呢，我们就进入这个横滑的这种变化形态的学习，看看横滑有哪些变化形态。第一种形态叫做俯仰横，啊，俯仰有俯有仰这样的横。比如说，我们最开始学的横滑，这样下笔，然后行笔，然后勾回来，这个基本上就是那个俯横。所谓俯呢，就是我起笔以后有一个稍微往上的弧，然后回来。俯抱着下面，在王羲之的作品里面呢，这种字就比较多，而且这个横呢，在一个笔里边呢，往往是一个主要的笔画，才能写成俯横。比如说，咱们刚才看到一个锁，还有一个锁，这个横是往下弯着的，往下抱着的，啊，我们把它写下来。这个横是往下抱着的。那么还有比方说像音，声音的音，一个点，然后呢这两个点连在一起来写，这一横同样也是有一点往上弧，也就是往下抱。这个音就是要有变化，在行书里面，比方说还有很多这种字，像啊菩萨的菩，中间有一个跟那个音差不多的那一笔，这笔还可以拉长一点啊，也是稍微顿了一下笔，然后写这个口字，所以这个横滑在这里边起着一个上下左右都平衡的这样一个作用。我们下面就看这个所谓的仰横，仰横呢，在这个行书里边呢，特别在王羲之这个行书里边呢，大部分呢，它都属于比较短的横，那比较短的横，比如说这个横呢，写的它就比较俏皮啊，比方说这个上，啊，这一横是这样的，往下有一个弧，啊，然后这一竖写成这样的。然后，那么这个字的这个神态马上，啊，就出来了。一般的短横，比方说像耳也是，这个横比较短。然后，这样写下来，这个横也是往上仰的，啊，有一个小弧。再看咱们说那个人，你看这个立人旁啊，它还可以离开一定距离，这就是因为两个笔画之间的呼应啊，虽然离开了距离，这儿也有很大距离，这是一个横，这是一个横啊，这个人字这个非常俏皮，非常的轻松啊，像天第一横往上翘的，第二横不翘了，是直的，但是它是有斜度的，啊，撇，上面这一横都是短横，短横，
这里边在圣教序里边这种字比较多哈，像折这也是一个短横。啊，这一横和这一横区别就啊就拉开了，增加了一些变化。还有你像这个字，这个是个鱼，鱼呢本来这个地方是个方字儿，因为把它草化了，这一笔呢翘得很厉害，这个往往是因为和上边的字要联系要呼应，所以翘得比较厉害啊。总之说这个横划变成了一个弧，这就使横划的形态呢大大增多。还有一种横呢要和下一笔连起的，它也写成了往下弧，这个稍微长一点，但是它为了和下一笔连接，他把它写成了弧。这就是行书的委婉流畅的东西。凡是弧线，它肯定是，就是曲畅的啊，曲畅的。像这个齐，它是这样过来的啊，从这儿上去以后，从这儿下来，这就是一个呼应的一种关系。如果这个棋写成这样，当然也可以。比方说，那这样写的话，这个弧要往上去了，啊，往上去的弧往下出锋，往下去的弧往上出锋，这就是一种变化，这两个都是可以用，啊，比方说这个大，你看，啊，还有一些字，比方说像这个。点，它写成弧是为了这么连接，和这个地方过来，它是通过这个渠道过来。就是说横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，由往上弧的抱下叫弧横，又往下弧的往上仰仰横。那么这些变化，所有的弧，啊。都是为了使行书圆畅起来，流动起来。大家知道弧就是圆的一部分啊，有了这一段弧去做它的延长线，肯定会做出一个圆来。圆嘛就是可以滚动的，就流畅的啊。所以我们理解行书的话，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比较好理解啊。这是一种横的一种组合，叫俯仰横，有俯的有仰的。还有一个组合呢，就是叫左右兼横啊，有的横呢是左边是尖的，有的横呢是右边是尖的。那么左边尖的横是什么呢？作为一个字的主笔，那可能是它就要按下去啊，稍微厚重一点起笔啊，厚重一点起笔，或者按的多一点再起笔，这是一种横划啊。我们刚才看到的这种啊，最代表性的形容方法是这样的。那我如果好几个横的话，我可能第一个横划是写成这样，这个起笔和这个就区别开来了啊。我这个再这样写，那么这两个横划你看区别。如果有两个横以上，其中有一个横起笔可以重一些，其他笔就都可以轻一些写的啊，就是说带一点尖啊，左边尖这种呢，为了增加这个变化，这是一个情况。第二个情况呢，就是说在左右结构的字上，右边这一部分呢是为了避让啊，为了避让这个右边这个或者更好配合，它可以写成，比方说它可以写成尖的一个这个字的话，比方说基本上它都是可以写成尖的啊，所有的人都可以写成尖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和左边的这个配合，如果这儿写的过于的整齐了，反而堵住了它和左边的这种交流和配合啊。
所以说呢，我们是用左间横在行书里用的很多，甚至比如说像你看，你像王羲之写的这个在，起笔也是左间，但是这个地方倒没有太多的间，嗯，然后最后一个可能我可以写的厚重一点，这样这几个横的变化啊就分出来了。像刚才讲的那个向上弧的短横几乎也都是尖的啊，这笔这边我可以稍微起笔稍微啊变化一些。看这个左间横啊这种情况啊比较多，我们在读帖呀、临帖的时候注意这个概念啊，一定要理解，看准了它是左间横啊，起笔的时候比较尖，我们的下笔。那么和它对应的就是右间横，右边尖。右边尖是什么呢？比方说用在这种草字头啊，这一笔可以重，最后是尖的，这笔又是左尖了，你看它肯定是相对的嘛，啊，我们写起来可以啊，我们还是以这个华为例，用在这个草字头的一半，或者用在木字旁，比方说你看起笔比较重一点，尤其在左边的时候啊，刚才我们看到过这个字啊，这个地方是左边重右边轻啊，右尖横。还有包括这个士字旁，我们也是这样，一般是这样写的啊，这个起笔稍微重一点。当然你要说我这起笔特轻，这个也有，但是少了，那在行书里你少了，这样显得这个分量不够，起笔重一些啊。还有一些这个王羲之的字里边右尖横的，比方说像这种故，这故意给他，刚才我们说的方笔啊，这起一个方笔，这个故就有一点草意在里头了啊，这一笔就代替了那个，这一提代替了那口子，有的是这样的，再加一点啊，总体上说，像这种字有一个方笔出现，所以它这边要重一点，这边要尖一点，这就是右尖横。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俯和仰的关系，现在就是左和右的关系啊，不同的情况下呢用不同的这种起笔啊，这种方法啊。那么下一组这横划的笔画呢，就是叫做承上启下横。承上呢，比如说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横，承上其实也有启下啊，我们先给它做这样一个分析，这个地方叫承上的，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出也可以不出，如果出来了就叫承上启下，都有了，如果不出来我们就叫它承上啊。比如说像圣教序的教，你看这个地方是和这儿承接它的，啊，这一横属于承上横。还有像刚才我们写的这个雍，这一点出来了，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就是承上了，跟它呼应起来了。这是承上，刚才看到的这个这儿跟这儿连，这也承上啊，承上。还有像看这和这儿的承接的关系，啊，老，
所以这叫承上横，就是紧紧的呼应上边一个笔画。那么在呼应过程中呢，会出现在起笔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应带。那么在行书里边，因为写起来的速度和关系上呢，会有不同的变化，啊，会有不同的变化。所以有的横划呢，承上不太明显，但是起下很明显。这样的横划呢，叫起下横。凡是这个行书的这个横划，结尾的时候没有停顿，而是往左下出锋了。就刚才上说的，这出锋了这一步。这一部分的呼应关系就是叫起下，它上边可能不明显，尤其是比方说第一划我们开始讲的啊，这个锁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个，那这一横呢，承它是第一笔，它可以承上，比方说上一个字下来的，但是它如果说两个字空间比较大，我从这儿起笔的，它没有承上，但是它起下了，这一笔和这儿的呼应关系啊。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白啊，这也属于起下横。那么有的起下横可能就我们看这个经，波罗蜜心经那个经，先写这一竖，然后这一横呢直接和这连上了，这也是起下，把它连在一起了，连在一起了。这是属于往一横往左下方出锋来起啊，或者引领下一个笔画。那么还有情况呢，它不是往下走的，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它是往上走，也是为引领上方的，但是按顺序上是下一个笔画。比如说像像这个字U， 它是往上走，也算起下，也算写起下一个笔画，是吧？像这个，像这个折，我上去了以后，直接和这个撇连在了一起了，连在了一起，这也是起下，这也算起下。还有我们前面讲的像这种鼓啊，还有像扇，这是往上去的，但是它也是叫起下横的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起下横两种情况，一个是往左下走了，一个是往左上走了，应该都是起下横，都是引领下一个笔画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既承上又起下，就是说我这样写也行，这个笔就是既承接上一个笔画，又是引领下一个笔画。在笔画顺序上呢，可能也可以这么写，我最后写这竖。作为行书来讲，它会经常改变笔画，改变笔画的顺序，这是一个经常的，为了使它写得更顺，那这个更便捷，往往采取这个改变笔顺的这种措施。那下边我们可能还会讲到改变笔顺。那么承上启下横呢，还有很多情况都能看出来。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刚才我们看到一个华，中华的华，但是它还有这样的华啊，这一笔承上，这又启下了，你看这一笔承上跟这儿把这个气已经连起来了。这个
这出锋出到这个位置上来，肯定是和这样的。你看，这种连接，既承上也启下。那刚才讲到的扇也是这样，还有一些，就直接联系在一起了。比方说，钱，这一笔和这一横是连在一起了，那连在一起了，然后这一笔又启下，又和它连在一起了，啊。这儿应该还有一点啊，所以这个横滑的这个对于整个书写过程的这种承上启下各种变化，是应该说是非常丰富，啊，非常丰富。还有一个些情况呢，为了承上启下更加紧密，在行书当中呢，有一个现象呢，就是说，凡是先横后撇的这样的两笔，几乎都连在一起写。比如说我们。前面写到的这个横和折，横和撇，直接联系啊，直接连在一起写。还有很多了，这种字非常多，像这个，看，也是直接横和撇联系在一起。嗯，还有一些情况，像这有。啊，这样写了，直接全部连在一起，跟这儿也连的，这是一笔，然后再写这一笔，啊，撇和横连在一起写。有一些笔画在行书里就全变成撇了，比如说这个走之旁啊，嗯，变成这么一个写法也很好。像那个超越的超，啊，这个地方就是变成了一组曲线，这组曲线呢就变得使这个行书的跳跃感、流荡性，啊，那种流美的情趣越来越突出出来。先写横，后写撇，大部分都连在了一起，这是行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现象。横滑还有更精彩的那变化情况，就是横滑的组合，一个是它的形态有不同的变化。我的横很多，比如说第一横是尖横起笔的，然后这也是个尖横，但是呢比这个要好一点，这个就往上兜了一点，那这个又不同，嗯，然后这个又不一样，啊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滑，全都不一样，这就叫书法的艺术感染力，啊，就表现在这个地方。如果我们所有的横滑，就跟我刚才举例子写的，每一个横滑都这样写，你看啊。这完了，这还叫书法啊？所以说，这么多的横滑，所有的横滑都不一样，这是很高妙的一种用笔的方法。我们刚才讲的是形态变化，这个多个横滑，如果是方向都一致，那肯定也是很糟糕的事情啊！这就是并排了嘛，并排在那里有什么神采呢？没有神采。所以呢，这种方向的改变呢，可以说大大的增加了行书的这个神采，增加神采。比方说，我们刚才看到的“盖”，第一笔是朝这个方向的，二三笔就朝这个方向了，啊，这个又朝这些方向稍微有一点往下，这个又稍微有点靠上，你看。一横、两横、三横、四横、五横，这五个横滑的方向完全都，几乎都有区别。就是说，你一定要观察这些横滑的这种方向变化，啊，观察方向变化，这一变，马上这个字就活起来了，就有了生命。啊，我们再看，比方说这个困难的难，
在行书里面，这个繁体字啊，当然也是比较难写的一个字。嗯，这边我们看，一横、二横就变成这样，三四横变成这样，啊，变成连在一起了，然后最后写这个书画。书画在行书里边往往有时候还能出点头儿，啊，在王羲之的行书里边有很多是出头的，那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